过去比较好看，最近是凉亭跟湖了。Thank you。还要移动。他爸爸又坐在那边不理。Evan 把蛋放在篮子里，不是丢出来啊？爸爸都站不起来了。哇，Evan，你捡了多少蛋？爸爸看看，哇，满满的一篮子的蛋呢。Evan，你有没有发现蛋里面有东西啊？